我们穿锤，哦，来寻思叫啥？大家好，我是三妹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哥。我捡了大便宜，何必捡了一堆不要钱的石头？那我今天要变废为宝，追个咸菜。啥石头？你们走着瞧。哦，清醒哈。 老话说牛肝马肺羊肠子哈，这三样东西都是阿公最喜欢吃的，既然就是这些老话就是皮肤他们两口比你有缘故。哦，今天吃一块，剩下跟邻居分哈。哇塞，好嫩啊！再去掉贴膜，还要再磨贴得好。哎呀，来两个搓窝板儿。好的，这可是个硬菜呀。 哎，你看我们这么跑的，半身我搞不动哦。收到，收到。西单片成大片牛肝，尽量不要。看嘛，晶莹剔透的越不越好，慢慢推，慢慢拉，哦。 加入清水冲洗哈，去掉血水，去掉血水以后就不腥了。再把牛肝腌制哈，盐巴、蚝油、鸡精、胡椒粉，一点生抽，一点料酒，红色淀粉一起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后腌制10分钟。这个菜复杂了，还要把这个石头晒干。 鱼干水分备用，一把海椒面，再准备点配料：大葱、芹菜切断，洋葱丝、青红椒、生姜丝，再放点麻麻盐。阿公，点火！要得，开干。 锅烧宽油，再放入干锅巴儿，小火把锅巴儿炒脆，油温300度就可以了。起锅，再下入牛肝儿，哦，再迅速搅散，石头的余温就可以把这个牛肝焖熟。 然后葱段儿、青菜叶子，就这个石斑牛肝儿，我后几天皮问你卖过，小红心你没给吗？三七。来王哥品尝下脆不脆？要得，看看，我先给你这个脆的，我说牛肝儿都脆的。你看，哎呀，这点洋葱，你这点洋葱一吃，这点洋葱一撇就行了嘛。哎，巴适，掐头太浓了。啊，你这个给我配的青菜干儿一吃。好。 哦，好烫！嗯，真脆，我好烫，好烫！嗯，我很冷哈，嗯，脆什么？嗯，脆，好吧，嗯。 生玻璃，这种鱼不要去，够了哦。嗯，那就一步。哎呦，哎，这巴适。做菜微吃那种太烫了。还有一个缺点。啊。太费油了。哇，嗯，这个油是可以回收的哈，可以炒青菜什么的哈，把绿叶嘛烧开就可以了，懂吗？嗯。嗯。 嗯，行啊，特别嫩。哎，我吃了，我配的太少了，多点点孜酱里面，好吃。配的好吃。嗯，配的好吃。Hello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，如果小胖哥、小凤凰的听众朋友们，我是大妹，我是大哥，我们来这，拜了个拜。